十强其实刚开始会没有自信啊，是因为从广州晋级赛，然后一直比到全国三百强，看到全国那么多高手，你想想，全国有20多万人参加这个比赛，然后我居然还是那23万人里面当中剩下23个当中的一个，还不错，对，所以要开始要有信心一点。现在每一场比赛，其实我上台之前都很紧张，是因为我很容易忘词，如果唱破音我觉得很丢脸，所以我叫紧张小王子，哎，就是我。有请13号李伟带来同手同脚。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，在人群里看见你，一边哭泣，手还握着冰淇淋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，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。我们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暗室里，也许是存在在这世间唯一的回忆。未来的每步一脚印，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相信相依为命，别忘记之间的约定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，相知相惜相依。